OK 啊，来这个我写着去啊。 不要等大家了。 OK，所以芒果的价钱是2x块钱哦。这个 Jambu Batu 啊 Guava 啊，番石榴我想到了，番石榴的价钱便宜过它 Y 块钱。说芒果 RM 2x 啊，就是一 kg 啦，一 kg 的价钱是这样 OK， 然后。 我这样写啊 per kg， 然后这个番石榴 guava 我写 g 啊 ，guava 是便宜过芒果 y 块钱，所以是2x 减 y 啊，这个是 per kg 的价钱，这个你也可以写 ，OK。 然后现在他讲 Zaida 买 PKG 的番石榴，他要给几多钱？番石榴价钱在这边2x 减 y， 这是1 kg。 PKG 怎样写啊 ？P， 哎，等下啊 ，P 乘 2x 减 y 咯，因为 2x 减 y 是1 kg 的价钱，他买 PKG， 看懂了？这样罢了啊，所以他要给的钱是2啊 PX 减 PY，OK，、okay， 这个你写出来过后，我们要给他一个回答 ，OK， 啊 ，Zaida。 你可以这样写啊 ，Balu， 因为你要写回 RM 下去嘛，对不对 ？Membayar RM 2PX 减 PY，OK？Zaida needs to pay RM 2PX。 减 PY， 写一写啊，大家，这是给我们自己看的，不过你也是可以写出来，全部写下去啦，全部下去啊，这个是会有分的哈，这边的那个回答也是要啊，因为我们要写 RM 啊，多少啊这种，这个我看你要这样刮胡一下，哎呀。
写一写啊，大家。26分，我就要进第二题了啊。这全部东西写下去啊。埋文用埋文，英文用英文啊。那个回答要写，所以记得、啊、你的应用题哦。安全起见，你一定要回答一下。OK， 如果你会写的话啦，你在这个直视横视这边前面你就要写了。不过不要紧，我觉得你要安全哦，你要给他那个回答，回答的地方啦要有单位，你就安全了，一定可以拿到分了。就是 RM 的话要写 RM，KG 的话你要写回 KG 那些咯，这个是在回答那边。还有为什么这个东西我刮胡啊？你记得，如果你有单位的话，有 RM， 有 KG， 有 CM 这些、啊，你看下面也是，然后又有两个东西啊，这样你就要刮胡，一个东西不用。有两个东西你就要刮胡啊。 OK， 我擦掉了啊，我擦掉了啊。 OK， 我们看一下第二题。哎，那些来不及的你要看回 recording 啊。 OK， sekeping poster yang berbentuk segi empat tepat rectangular， rectangular 就是这是一个长方形，我大概这样画一下啦、哦、长方形啊。然后呢他说它的半径长是6 u 减 v cm， 6 u 减 v cm， 它的 l b a r width 是4 u 减 3 v， 宽度是这样啊 cm。 Find the area， 面积，面积怎样找啊？面积不是长乘宽对不对？这样是不是很容易做了？我们已经，你已经会有的，长乘宽啊，就这个乘这个就对了。可是因为两组都是有两个号码的嘛，所以就是要刮胡咯啊，哪一个在前，哪一个在后都不要紧啊。如果你做了的话，你不用查、啊、你的哪一个前，哪一个后跟我一样不要紧。OK， 所以你要做出来先这个啊。现在做了，我们四 u 乘六 u， 六四二十四啊。U 两个啊 ，U square， OK， 再来，这个乘下一个减 V 啊，这个是减了啊，加减减，四 U 乘 V， 四 U V， 你的 U 跟 V 要写好来了 ，OK， 到这个，啊，减加减，三 V 乘六 U， 三六十八 U V， 最后减三 V 乘减 V 对吗？减减。加 3V square， OK， 然后一样的要做，一样就是怎样，那中间这个啦，两个都是 UV 对吗？所以这个没有东西做了，写回这个是你按 calculator 减4再减18、啊、减22来的 UV， 写回 calculator 做不到 UV 的，你只要 type 减4减18就可以了， OK， 加3V square 写回，因为没有的做了啊， V square 没有人跟他一样。 OK， 你写完了这个啊，你看啊，我们要回答他，你要给他这个单位给他嘛，对不对？所以回答他啊， loss loss poster ialah 或者是等于也是可以啦， ialah 24，你看啊，超过两个东西要刮胡了啊，就两个东西就要刮胡了啊，这有三个东西，这样啊，再加 3V square CM2 句号，这是你的答案、啊、OK， The area of the poster is 24 U square 减 22UV加 3V square 刮胡 CM square 句号，咦，不是很够味。可以吗？来，英文的抄回英文，埋文的抄回埋文啊。写好了的话，给我一个 reaction 啊，哎，给我讲一声。写好了，给我讲一声啊。在 chat 那边，嗯，天哪，很快速。
看不懂哪一个跟我讲，全部人啊写好了跟我讲。在 chat 跟我讲。OK， 我看到两个人好了。三个人。还有六个人啊。OK， 四个五个。还有四个啊，好了跟我讲啊，在 chat 那边讲啊。OK， 六个。七个。还有两个啊，好了吗？好了跟我讲。一二三四五六七，OK， 还有明佑跟阿双，明佑给他一点时间啊，我知道你在写的，阿双写完了吗？嗯 ，OK， 好了，好啊，好，来，我们再看啊，多一题，它的应用题，所以其实它应用题也不会出到很难嘛，对不对？哦，他讲 ，OK， dalam raja di sebelah， in the diagram PQR ialah sebuah segi tiga bersudut tegak， 这是一个直角三角形啊 ，PQR is a right angle triangle， 直角就是讲呢有九十度的 ，find the square of PQ， 他叫我们找 PQ square，OK，、okay? 啊，这个是有点小难的，这个是。不是难的，它运用 Pythagoras theorem 给我们 PQ 在这边呢，对不对？ Square 就是这样的意思， PQ square 这条线啊， square， OK， PQ square 是怎样的？你记不记得 Pythagoras theorem 啊？长等于短加短，然后要放 square 的，对吗？它要我们用的东西就是这一个。说 PQ square 我们其实是找不到的，我们要运用那个短加短的方式，短加短 square 的方式啊， OK 啊，基本上它的 formula 是这样，这个 A 这个 B 这个 C 的话啦， OK， 哎呀，这个是 C 的话， OK 啊，这个你跟着我写，你把 ABC 啊，不要不要不要，你写 PQ， 你这样写啊， square 等于哦，这个是长啊，短加短啊， P等于 PR square 加 QR square， 然后我们才填下去啦。OK， 所以 PQ square 这里没有东西是找不到的，我们借用这两个来加起来。OK， 所以呢 ，PR 是 h 减2 square 加 QR 是这个啊 ，k 加1 square 啊，就这样啊，这个过后就可以做了。一样的括弧两次啊，这个的意思是说 h 减 2，h 减 2， 对吗？这个一样的括弧两次啊 ，k 加 1，k 加 1， 嗯，然后就做咯，开括弧咯。OK， 两个都是减，你要一个一个做的哈。h square， 这个是 h square， 然后。减 2h， 对吗？到这个减2乘 h 又是减 2h， 最后减2乘减2减减加224，那后面全部是加，就全部写加了， k 乘 k， k square 乘了啊， k 乘1就是加一个 k 咯，1不用写啊，
E 乘 K 又是一样，加一个 K， 最后加E 乘加E， 加E 了。OK， 一样的坐在一起 ，H square 一样的就这个啊，这个一样啊。减二减二减四 h 加四写回，哎，加四不要写回，加四不要写回啊！你看到这个吗？加四跟加一可以坐在一起哦。等下 ，OK， 我先写另外一写，我想要写这个 k 先，我用 pink color 啊，这个加 k 加 k 加 k， 我先写加。k square 先，然后这个加 k 加 k 粉红色啊，加2 k 咯，全部不一样啦，没有的做啦。OK， 号码我写最后加一加加四加一加五啊，你注意看啊，不要漏掉东西哦，很多个东西在这边。所以这个没有单位了，它只是讲 PQ 的 square 罢了，没有单位啊，这个可以直接答案，不用回答了。好、哦，你要回答你就讲咯，刮痧如何把 PQ 又啦，这个全部咯。The square of PQ is 全部这样咯，如果你要用你要答的话啦，写一写啊，这个啊，我知道有点小乱啊 ，OK， 你要消化一下的。Okay, 好了的，你可以退出了。我们下堂课见。Bye。好了的，你可以先退出啊。拜。子晨，你有没有上课？有没有在的？哼哼。嗯，解完了没？好像在跟鬼讲话这样。我跟他鬼讲话，那鬼要给我，他用他在画镜子还是什么之类的，完了 ，OK， 好啦，拜拜。